注视着北非最肥美的一片土地，它是阿拉永久的眷顾。迦太基人航海的血液在大海与沙漠之间创造出美丽的传奇，也埋葬了无数人寻宝的美梦。往前一步后悔，退后一步迷惘，这里就是遥远的死亡之海，撒哈拉沙漠。上帝创造一个人要花上数十亿年，但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。我生命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。千百年来，这里有着无数的商旅冒着烈日荒漠，想要穿越这片无垠的沙漠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沙漠中埋藏着许多的宝藏，沙漠的奇迹。今天冒险王将带您一起深入撒哈拉沙漠，解开传说中神秘宝藏的秘密。我们在向导哈比的带领下，已经进入撒哈拉沙漠20公里远的沙漠深处扎营。现在啊，这边天色已经很晚了，而且我们明天早上还要很早起来，还有更多的行程还要往更里面的地方去，所以大家准备，现在这个虽然很早，可是我们要休息了。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跋涉，大伙都累瘫了。面对在这传奇沙漠的第一夜，我想象着以天为棋盘，以星星为子，在半梦半醒之间与周公对弈起来。嗨，起来起来，嗨，干。哇，我要先去拍日出了。哎，拍日出了，你们要不要去看？来了，那边看啊，那边。现在啊，台北的时间应该是中午12:30，然后我们这边呢是早上5:30。我们坐在这边，等着看撒哈拉沙漠的日出，哎，好棒。天空已经慢慢变成紫色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即将迎接我们在撒哈拉沙漠的第一个黎明。尽管周遭的温度让人几近冻结，但看着天幕缓缓转为层次柔和，连画家都无法表现的美丽颜色时，我的心都快融化了。现在是台北时间的中午，大概12:30。然后我们这边呢是早上5:30，现在只有12度而已。不过我们来到这个撒哈拉沙漠啊，我们在这边等着看它的日出。我不知道机器拍不拍得出来，可是哦，它这样子一条线这样拍过去啊，看起来好像是一条直的线，可是在现场看的时候啊，你会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，这线好像是弯曲的，可是你看它又是直的，可是其实你会感觉它是弯曲的，那感觉都好棒，好迷幻，好梦幻那种感觉。我们现在拭目以待撒哈拉沙漠的日出。撒
在右手边哦，在右手边。拍得到，拍得到。看着太阳缓缓升起，就象征着今天是一个好天气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要面对烈日无情的考验。今天我们将深入撒哈拉，寻找沙漠的奇迹、美丽的宝藏。经过长久的等待与盼望，童年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。不过，这沙漠奇迹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藏呢？真的让我想不透。大比，你昨天晚上跟我讲的那个奇迹到底是什么啊？你们很坏，你们都这样子讲一点，害我晚上睡不着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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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东西收一收，我带你去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好。向导哈比告诉我们，今天必须前进20公里的路程，否则补给会有问题。所以大伙收拾细软后，赶紧启程赶路了。沙漠旅行最重要的是选择好的向导及骆驼，有了他们，沙漠旅行会比较安全。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会说国语的向导哈比。不过在这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，眼前除了沙还是沙。经过了3个小时的赶路，我们到达中午休息的营地。现在啊，大概是中午12:30，日正当中，好热，你看36度。干了，我的腿都裂掉。没关系，我们帐篷快搭好了，我们等下搭好，赶快进去休息一下，不然我觉得这快中毒。沙漠经过一整个早上的曝晒，犹如烤箱一般，大伙齐心协力赶工，搭好了帐篷。你看它这个啊，撑起来这个帐篷啊，它还用这样有一块板子，有没有？这样面积比较大，才不会容易把帐篷戳破。然后就用这个板子这样顶顶顶，把帐篷顶起来。那其他的他就直接戳，因为他在中间呢有加厚，柱子就一根一根插上去，插上去把它撑起来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帐篷了。哦，太棒了！一整个早上的赶路，大伙早已饥肠辘辘，赶紧分头准备吃的。不过这时候有一块鲫飞奔而来，通知骆驼队回城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我们赶紧找来向导哈比进行沟通。没想到骆驼队这时候却狮子大开口了。42，他说太贵啊，他说15块啊。7只哦。1只，1个小时15块。1只1个小时15块。好贵哦。我们要拍几个小时？差不多3个小时。我们要拍3个。那1只45块，7只753。原本谈定按天租用，现在却要按时计费。大伙正犹豫不决时，伯夫告诉我们，彼此2个小时的路程有几个绿洲，或许还有其他的骆驼商队。为了继续寻找沙漠奇迹，我们决定告别骆驼队，继续前进。经过了1个小时的跋涉，我们终于到达绿洲。可是，哇，那城市啊，沙漠里面城市真的是依着绿洲而建的。哎，可是哈比啊，为什么你看那些绿洲啊、树都还在，代表还有水啊？可是为什么房子是都塌变废墟了呢？1969年的时候下非常大的雨，所以从山上下来，就把那个镇全部冲掉了。对。虽然哈比说这个城市早在1969年时被洪水淹没而废弃，但我们仍心存希望。大伙分头进入古城搜寻，却一无所获。整个古城犹如废墟迷宫一般，原本以为迷路了，却没想到我们一路穿越，仿佛进入时光隧道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峡谷哎！眼前壮阔的景观，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，飞进未来。或许是大伙被沙漠烈日晒昏了头，或许是在枯竭无聊的沙漠冒险旅程里情绪发泄吧。
不过还好现场的观众只有鸽子跟青蛙而已。如果我能够活到安纳金那一个年代啊，我们生存的地球不知道会不会就像它拍出来的样子，一片荒凉。撒哈拉沙漠这边有它独特的美，不知道会不会是我们未来地球的缩影。告别古城，我们继续徒步沙漠。经过一个小时，我们终于看见希望。看见绿洲，大伙仿佛奔向新生。在这里，我们转搭吉普车，继续沙漠奇迹的冒险旅程。虽然才进入沙漠两天，但沙漠漫长度日的感受，让我们仿佛经过多年的风霜。才上车，我已经抵挡不了一整天长途跋涉的疲惫，进入半梦半醒之间。我们才转往沙漠公路没多久，就有了新的发现。我们刚刚看到海市蜃楼了。我们刚刚在那边停车。Thank you. My Xinhua. 我们刚刚看到海市蜃楼了。它是在半空中的。看啊，很像那边有一个绿洲，有没有？它其实用望远镜看的时候，它是跟地面是有一个距离的，它浮在半空中，不是真的。海市蜃楼哎！海市蜃楼的产生是由于光线通过两种不同温度以及密度的空气层时，因光线折射作用所产生的光学幻影。不过没有烈日是没有办法形成这美丽的沙漠奇迹。经过30分钟的车程，我们到达一间路边小店。准备休息。我们刚刚在这边停车，本来想买一点东西啊，就发现他们在玩蝎子哎。这边有一只黑色的跟一只黄的，他比他们现在是怎么样？他们在斗是不是？斗蝎子哎。我们那边不是有斗蟋蟀，正在斗蝎子。哇，这只黑的好像快挂掉的感觉。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。居然见识到传统的斗蝎大赛，我突然想起之前体验蝎子上身的恐惧震颤。这种蝎子在沙漠是很常见的吗？很常见，对。啊？有很多。沙拉里面很多。很多。它比它我们这样子，它会自己主动来攻击。所以，随便去碰它是不是？从斗蝎子的游戏可以看出，这里的人。仍保存着传统的生活方式。我们沿沙漠公路深入撒哈拉，继续寻找沙漠奇迹的旅程。沿途景观时而峡谷，时而荒漠。我不断想着那美丽的奇迹到底是什么，却无法猜透。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赶路，我们到达一个叫马特马塔的小镇，进行补给工作。哈比跟我们说啊，这房子啊漆成粉红色的，是在卖一种特殊的东西哦。你不要乱想，给你一点提示。上面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噔噔噔噔，你们猜对了吗？对，就是卖肉的。哈比，这是羊肉对不对？这是山羊肉。山羊肉。就是外面看他刚挂的那个角，就是羊肉，山羊肉。那我们现在要跟他买多少？有公的吗？这个都是公的，都是公啊！我又看到羊睾丸了。经过两天紧绷的沙漠生活后，哈比将带我们体验一下这里神秘而古老的生活方式。嘿嘿，我们买了一些羊肉，要去拜访一位地底下的朋友。走。除了买肉，当然也要补充一下我们缺乏的维生素喽。马特马塔位于突尼西亚中部的高原，是原住民贝贝人农产品的集散地。采买后，我们离开这淳朴的小镇，往郊区驶去。一路上，我一直想着穴居人是否是原始人呢？正疑惑时，车子已经到达了。
我们胜利了。原来所谓的穴居人，就是利用高原的地形向下挖洞构筑住家，外表看来像极了中国黄土高原的窑洞景观，不过那层次分明、线条简单的阿拉伯风格，却会让人不知不觉浪漫起来。尤其是进入卧室洞里，窗明几净，用色简单却不失写意，室内冬暖夏凉，常年维持20度常温，不得不佩服穴居人巧夺天工的建筑手法。不过在观察中，我发现了几个问题。伯伯人啊，他们这边的房子都是挖在半山腰上面，然后挖一个洞一个洞，各有各的用途。我现在爬的这个洞呢，是干什么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一看再告诉你。办公室，阿碧，我有一个问题哦，为什么他们这个在门上面都放一个鱼啊？这个鱼是做辟邪用的，辟邪用的。为什么是辟邪用的嘞？不是会有一些不喜欢你的人，一些敌人，就是希望给他们吃那个鱼，被那个吃他的刺绣，让他难过，就卡到，让他难过。对，哦，这故事好可爱啊！所以鱼放在这边，那要进来的人啊，就好像先吃到了，只有刺，他就很难过，就不会进去。原来穴居人还蛮浪漫的。时近中午，主人开始准备招待我们的突尼西亚传统料理 ，Gousgous。现在是番茄酱，番茄酱。今天这个可以。Hubby， 那个他们刚说那个故事要怎么做啊？故事哈，故事要像那个故事那个用面粉做的嘛，加一点水，加一点盐，然后这样子哈。那所以这是面粉，然后加一点盐跟水，然后搓一遍这样。Hubby 他现在把橄榄油加到故事里面，比较香。对，所以他们把故事一次做起来以后，就放着让它干掉，晒干，然后对，然后放着用，要吃拿多少这样子。对。Gousgous 是突尼西亚的国菜，一般将粗筋面粉团加入橄榄油，揉捏搅拌成小面粉球后，放在有浓郁汤汁的锅子上蒸熟就可以吃了。看了主人热情的为我们准备午餐，我们也应该开始准备我们的台湾菜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台湾菜，两道，就是番茄炒蛋跟青椒炒羊肉。我们刚刚在弄啊，一边弄一边那个，其实他们对我们也很好奇，就像刚刚他在煮，我们在旁边一直看，然后现在换我们在煮，他在旁边一直看。现在我在准备，他问你在准备什么菜？哦，这个你叫做青椒炒羊肉，青椒炒羊肉，炒羊肉。哈比，帮我跟他说，请他们试试看。哎，再喝点汤，做出来呀。很烫哦。烧掉。
看小孩们一脸天真的样子，我真想知道我的拿手菜到底如何。他比你问他们感觉怎么样？哎，说了也是 very nice， very nice， 他们觉得好吃，好吃哦。哎呦，看得我都好饿，我好想吃哦。第一道青椒羊肉的成功，让我更有信心开始准备下一道菜。主人这时也不甘示弱的加入这厨艺大战。古斯古斯的调味酱汁已经完成，那刚出炉芳香扑鼻的古斯古斯，真的让人无法抵挡它的魅力。再淋上马铃薯青椒熬煮的特制酱汁，一道香味四溢的突尼西亚风味餐就完成了。不过这时，嘿嘿，我的番茄炒蛋也到了试吃的阶段了。哎，对了，没事。你说什么？没事。他说不好吃。不好吃？不好吃。口味不同了，口味不同。加力吃，加力吃。阿力，阿力。阿力，没事。没事，好了，好了，没事。阿力吃看看。啊，不怪呀。没事。Good, good, yes, yes, good 啦！还骗我，害我差点难过了一下，说，来来，我们吃饭了。一顿让人口水直流的风味餐准备开动，不过这时候主人家的大女儿却没有办法一起吃了。哇，那小女孩好像要去上学了，我们去看看哪边。哇，你看这好漂亮哦！怎么会这么漂亮？叫他翘课啊，好不好？他比他现在几岁啊？他在小二课，十二岁。十二岁，我二十二，我差十岁。十岁太多吧？哎哎，哈比，我只是想说他当妹妹，什么十岁太多？哎呦，哈比在想什么？哈比 ，you are bad boy。好吧，那就我们也不要上课，也比较重要啦。就让他去上课，可是他刚眨眼睛，我刚刚我在现场看哦，真的感觉到什么叫做眼睛大大的会说话。他们这种大眼睛就是，就好像啊不行，我要去上课了，真哦好棒。好，那我们先送他去上课。哎，开心哦。由于我们的拍摄工作延误了小女孩上课的时间，为了不让小女孩迟到。决定先送他去上学。跟这家人相处虽然才几小时的时间，但他们淳朴天真的模样及亲切的对待我，好像是大哥哥一样。我似乎完全融入了这家人美满幸福的生活方式了。经过20分钟蜿蜒山路的车程，我们终于到达山区的小学。我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She's very shy to see the teacher seeing her coming with the car. 哎，他不好意思让我们在他的学校，怕被同学看到笑。哎呀，没事。拜拜。我想。这或许是我们与小女孩最后的道别了。回到主人家，我们准备享用 Goose Goose 大餐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 Come on. How could we get in?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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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,它那个吃起来有点像我们那个类似小米的感觉，然后可是又没有小米那么硬，然后一粒一粒的这样子，好像就是一粒一颗一颗小小的这样爬来爬去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与大家一起享用古斯古斯大餐，想到做这么一大锅要花多少的功夫，每吃一口就多一份感动，那滋味真是既甘甜又美丽。
我想这或许就是哈比说的沙漠奇迹，也说不定。那驴子生气了，他本来想要叫他继续从那边跟，结果他不要，他就要从那边跟，就要这样跟，他也没办法，就只好拉着他，就被他拉着走。这波波人独特的穴居方式，该不会就是哈比讲的沙漠奇迹了吧？哈比你好厉害哦！哇，可以提好高哦，谢谢。哎 ，Cheers！ 啊，真好喝。哦，哈比啊，我们在这边啊，有这个帐篷，这样遮着好凉哦。对，很凉、哦，很凉，对啊，很不错。哎，他这个帐篷是我看他路上有很多羊啊，他这个是用羊毛他们自己编的吗？哎，对，他这个是用骆驼毛，骆驼毛，山羊的毛这样。哦，山羊的才行哦。对，用山羊的毛跟骆驼毛。对。哦，那哦，骆驼毛不是很多呢，哈。不是很多，所以它要很多只才能做。对，很多才可以做。所以这种帐篷很贵嘛。很贵哦。你看这边是两块合起来嘛。嘿，两块合起来，对，就一条一条的嘛。一条一条的。合起来。这个一条是50丁啊。50丁啊。50丁啊，对。50丁啊，很大了哎。对。哇，那这个有14块。哇，这样一片要700哦，要700，对。哦，那个很贵啊，要得到1000多块啊。有的到1000多块，1500块左右啊。难怪我刚觉得奇怪，怎么破掉了也不换。对啊，原来这么贵啊。贵，非常贵。哦，这么贵，难怪住在这个下面感觉特别的凉，有没有？啊，来尝。哎呀，那哈比啊。你跟我说的那个沙漠奇迹，该不会就是这个房子挖一个洞一个洞这个房子吧？啊，是吗？是吗？又不是啊。没想到这地底下的房子居然不是沙漠奇迹。这时候，哈比突然带着我们离开，来到了一个好像是槟榔园的地方。沙漠的奇迹吗？你带我来这边干嘛？啊，没有了，我就你们来了那么多天嘛，没有吃水果，我就是带你这边吃撒哈拉沙漠特殊的水果。这种水果？对啊。啊，这种水果我还年轻，我不能吃。我们有一个导演赖哥，来吃赖哥，来来来。来吃一点，像槟榔这一定很好吃，你只是怕很久了吗？对啊，我包。应该有病了。我这个不是槟榔了，是枣子了。枣子啊、哦，枣子，对呀、啊。吃这个了，这个、哦，这个好吃，感觉好像坏掉了。很甜哦。来，春天这个吃这个。这有点像我们台湾那种浸漆，有没有？柿子晒干了以后，柿子晒干扁扁的那一种，吃起来看，口感也像。在沙漠的绿洲边缘，野枣树随处可见。通常外形饱满漂亮的野枣青涩无味，而干扁的野枣却是香甜美味。一般来说，每年的11月到4月是野枣采收的季节。这里没有先进的技术，都是以人力攀爬的方式摘取果实。本来我也想爬爬看野枣树，没想到想爬树谈何容易啊！这野枣树上长满了尖锐的刺，想爬上去，没有3两3，想都别想。在回马特马他的路上，突然出现奇怪的房屋，我赶紧下车一探究竟，原来眼前也是穴居人的部落。在前往马特马他的路上，遇到了这个小镇，然后这个小镇比较特别的地方呢，是它的房子是半穴居的。就是一半是在地面下，一半是在地面上。根据向导的说法，这里住的也是沙漠原住民波波人，只是因应不同的地形而有不同的居住方式。不过这里的土地过于贫瘠，留下来的人想生存，都得与老天爷争饭吃，就连小小的绿洲也都不能放过，想尽办法要耕作出东西。是用骡子在耕田哦，用驴子，
驴子，驴子，对啊，哦，那是驴子哦。可是我们这边这么干，又不太会下雨，他们种那个水分灌溉够吗？冬天的时候会下一点雨嘛。那看他的运气，如果下一点点雨还可以了呢，他做的工作就。哦，如果下一点点雨，就刚好可以灌溉它嘛。对，就刚好够。对，那万一它下大雨了，就有问题了，就它那些全部被冲掉了。如果下大雨的话，水太大的话，就整个就冲掉了。对，这个。阿比，我还没有用驴子耕过田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跟他讲，我问看看能不能？好啊。正好试看看。我们过去。好好。有阿比出马，一切搞定。拉驴耕田看起来很简单，大家不是常说驴脾气驴脾气的，我想这只驴的脾气应该很大，不管我怎么使唤它，它就是不甩我。好难弄哦，它那个跟的时候都会一直偏，都没有办法在我要想要它走的地方，然后那个驴子都会这样走，它可能欺负我不会，它就这样一直乱走，然后我就被他拉着到处走。来，我再试一次，哈比，我们怎么叫他回头？嘘。不是，你到那边去。我想，或许是用错了方式，不应该来硬的，应该顺着驴子一点。不过给他脸，他却更不赏脸。我那又笨又驴的模样，惹得一旁的观众笑得不知道。想尽办法要种出东西来，然后我会觉得这驴子跟我们人都很努力的一直种，我嗯，可是他好像不太听我的。这个阿伯一定觉得，吼，和你用真忝，要甲你用较紧。现在那个我们现在在播的这个种子，这是小麦。哇，我还没有撒过种呢。谁知盘中飧，粒粒皆辛苦。这里位于沙漠边缘，雨水量不足，土地干枯，想要在这种出东西，真的是奇迹。阿碧，告别了 Berber 人家，我们继续寻找奇迹的冒险旅程，却在一路上发现路边居然有一池池的水，而且在夕阳的照射下，各自呈现诡异艳丽的颜色。为什么在这路边他挖的一个是一个像游泳池这样子的一个干嘛？而且这还有红色的水，对，还有不同的颜色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他们挖这个地哈，然后就灌水，灌水这样子有一段时间后有那个烟出来。啊，沙漠哎。沙漠那个本来是一个海，可以说本来是一个海水啊。啊，对。撒哈拉沙漠以前本来在海底嘛。哇哇，好漂亮哦！它这岩这样一块一块，像四角形一样哎，而且很整齐哎。因为撒哈拉这边呢，它本来是海底，
它的一些盐分都会沉积在土地里面。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挖起来灌淡水哦，淡水就可以了。淡水进去以后，这个淡水呢会把土地里面的盐分溶解出来，溶解出来，然后过一阵子把水抽掉，哎，它的盐分就会干在土地上，形成一层像这样子结晶。那一直做，变很厚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它采收起来。在沙漠里居然可以看到整片的盐山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这里就是盐湖旁边的私人制盐厂，他们利用盐湖特性，萃取出地底下的结晶盐，制造出工业用盐以及食用盐。在我们即将离去时，盐厂的主人送了我们一个大礼。那个老板啊，我们俩来这边啊，本来跟他借一下地方看一看而已，就他就送我们这么一大袋盐。我这我看回去一个家庭可能用10年也用不完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土地啊，是由阿拉在管的。然后现在是日落的时间，正好是朝拜阿拉的时间。希望阿拉能够多给我们一点运气，让我们做到更好的东西。你看，连月亮都出来了。我在台湾啊，常听人家在说，外国的月亮比较圆。可是我来到这边以后，我宁愿相信古人说的，月是故乡圆。由于天色渐渐暗了，漫长的沙漠公路上并无住宿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决定在沙漠边扎营过夜。也许是来到沙漠太久，寻找的奇迹宝藏又一直没有下落。哈比及向导们决定办一场简单的迎猴晚会，提振我们的士气，重振我们的精神。沉浸在向导们刻意营造的快乐气氛中，我暂时脱离了乡愁，重新回到这充满热情的撒哈拉沙漠里。只不过欢笑稍纵即逝，我望着萤火，不断地想着，这沙漠奇迹的宝藏到底在哪里呢？天才亮，哈比神神秘秘的叫我们带上铲子，徒步朝沙漠深处前进。我想，我们要挖宝了。哈比，你昨天不是跟我说要找那个沙漠奇迹吗？我们是要去哪边找啊？阿力，你想给我铲子干嘛？奇迹就在你的脚底下，你挖一挖就知道是什么。就在脚底下。对，不用去那边了。没有，真的要挖？挖掉，来挖！哎，快点！大家挖！
来的。给我看。是这个吗？我找到奇迹了。哎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这是普通的一个石头啊，没有什么的。石头，对了，没有，再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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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挖到东西就在那边讲奇迹，你是怎样啦？再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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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有可能挖那么浅就找到奇迹的？你真的是哈。哈比，那个沙漠奇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你挖就知道了，你挖赶快，你挖就知道了。我赶快挖。对呀、啊，越快挖越出来，快点快出来呀、啊。会不会一挖就把它挖掉了？没看到啊。我有在看，我有在看。你在看哦。对。عجبك حالي وماذا جرالي عجبك حالي وماذا جرالي أحيت مكسى قلبك تحرقني وانا حبك تحرقني وانا حبك ما هو ذنبي ذنبك تحرقني 加油快快挖快挖快点年轻人没有了啦，没有了，不用再挖了啦，不用再挖了啦。这个你看，现在已经在打了啦。啊，对呀、啊，然后现在正在休息啊。这就是沙漠奇迹哦。沙漠奇迹啊！哇，你看，看这边好像玫瑰哦。对了，这个就是沙漠奇迹，就是我们叫它沙漠玫瑰。沙漠玫瑰，就是这个。原来这眼前瑰丽的石头，就是传说的沙漠奇迹。向导们果然是有经验，一下子就挖到了。哈比啊，这个只有在撒哈拉沙漠这边才有啊。对，这个就是撒哈拉沙漠特产。撒哈拉沙漠，别的沙漠没有？别的沙漠都没有，只有在撒哈拉沙漠。哈比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石头吗？还是这个是原来是沙跟一些矿物质？矿物质经过一万年了。一万年？对。哦，结晶就变成这个、哦，这真的是沙漠里面的奇迹哈、哦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出来？真的是，沙漠玫瑰是地底下的岩石与矿物、空气、水分接触后产生了结构上的变化。其实沙漠玫瑰就是深埋在撒哈拉沙漠数公尺底下的万年风化石。沙在地底下面的沙跟矿物质，然后它慢慢结晶，结晶就变成这样子。哎，你看这还看得出有点透明的样子哎。半透明状的，哇，这怎么会结成一片一片的一片这样子？哈比说，沙漠玫瑰虽然不是真的玫瑰，但如果希望它更漂亮，也可以用水来滋润，如此它会更加的晶莹剔透。果然，在水渗透入结晶体时，那沙漠玫瑰的美几乎无法形容。这个就是沙漠的玫瑰，沙漠的奇迹。尽管我们找到了传说中的沙漠奇迹，但我们将继续撒哈拉沙漠的冒险旅程。这里绝对不会是冒险王的终点，往后还有更多精彩奇异的旅程等着我们去探索。冒险王！上帝创造一个人，要花上数十亿年，但魂飞魄散，却只在转瞬之间。我生命中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。没想到经过长久的等待与盼望，我的梦想终于成真。